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先祝所有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母亲节蒙恩。这个时候我们来听一段神的话语。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的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好，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站立，让我们一起以歌声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都是神美好的创造，上帝对我们真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所创造的。
下头，闭上眼睛，我们来感受神就在我们的身边，他无时无刻的都跟我们在一起，他与我们同行。我们不管是在高山或在低谷，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神永远都是那一位抱着我们脱离危险的那位神。他带领我们走过了风风雨雨，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当中，看见的每一个风景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就如诗歌所说，他创造了宇宙万物，皆是为了我们。他创造海洋星宿，也是为了我们。他更伟大的创造了你和我，以永恒的爱来爱我们。我们人的爱很有限，当人家伤害了我们，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灵魂给锁起来，不再懂得如何去爱。可是当我们懒惰，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同时也在伤害着神。可是神却以永恒的爱不断地来原谅我们，甚至愿意再一次地来亲近我们，跟我们说，孩子，来，让我牵着你的手，继续地来走你人生的道路。主，谢谢你，你的创造很奇妙，你透过母亲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这一切的过程是真的很奇妙。主，谢谢你，谢谢你。这个时候也让我们以主祷文继续的来向神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会众请坐。这个时候，让我们翻开圣经，《约翰福音》19:25-27。《约翰福音》19:25-27。请听我来念。约翰福音19:25，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列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26，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今天的正道题目是，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我们有请郑前定本处传道来为我们正道。
哈利路亚。牧师，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不够大声哦，弟兄姐妹平安。啊，这样才是嘛。那请问今天是什么节目呢？什么节日呢？母亲节。我们起祝福前后左右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祝福所有天下妈妈们，不只是母亲节，每天都有平安、喜乐、满足，还有幸福。今天是母亲节嘛，我有一首歌要献给大家哦。我看到哦，好来，祝福妈妈身体好，有主的看顾没烦恼，投进天父的怀抱，幸福少不了。很容易对吗？大家来试试看，等下回去可以唱给妈妈听哦。好，起来唱。祝福妈妈身体好，有主的看顾没烦恼，投进天父的怀抱，幸福少不了。儿子唱。祝福妈妈身体好，有主的看顾没烦恼，投进天父的怀抱，幸福少不了。你儿要不要唱下呢？你儿唱。祝福妈妈身体好，有主的看顾没烦恼，投进天父的怀抱，幸福少不了。大家这都唱了，好，给自己一个热烈的鼓励掌声。今天不是诗歌布道会哦，那希望大家散会的时候可以唱给妈妈听。我们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今天也是母亲节，求主大大祝福妈妈们身心灵都健康，充满平安喜乐。求主这个时候打开弟兄姐妹的心耳门心耳，让主让你来亲自来对孩子说话，聆听你的话语，也求主恩膏孩子的口，让孩子讲的都是出于你的心意。求主分别为圣，以下时间感谢赞美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主题是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我们一起说，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哦，等下我们可以边听边看圣经。第二十五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到他自己的家去了。一年一次的母亲节是全世界所有的门所有的民族所有不分肤色不分宗教信仰都会去庆祝去纪念的日子哦。也许各地的母亲节的日期都不一样，但是母亲的伟大，母亲在家中的和孩子那种的
成长实在是太重要了。借着这个日子呢，借着这个母亲节呢，让人们可以更懂得思想和感恩母亲的伟大和付出。这段经文呢是非常的独特，只有约翰福音出现，其他三本福音书呢是找不到的。这是耶稣十架弃言中的第三句话。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他母亲的姐妹，和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这个时候耶稣看到自己的母亲，就好像我站在高处被挂在十字架上，望下去自己的母亲，跟母亲说：看你的儿子。又对门徒说，就是约翰，看你的母亲。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几乎把母亲交给约翰了，因为耶稣爱自己的母亲。现在他要离去了，即将要死了，他没有办法对自己的母亲进行孝顺。耶稣在这个时候就把母亲交托给约翰，就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耶稣在最后的叮咛，看着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儿子，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这一句话呢，对我们来说可以看到耶稣对母亲的爱。那我会分成三点哦，但弟兄姐妹不要害怕，我不是讲到三点，讲到下午三点了，等下你们会笑跑。我是讲有三大重点。第一点，母爱含着爱与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耶稣在最大最痛苦的时候将自己的母亲托付给约翰，那时候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心，他的儿子是痛苦撕裂的，面对他生命的如此的那种悲惨和结局，作为母亲的亲眼目睹自己的亲生骨肉受刑，他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哦。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说：看你的母亲，看这一位带着神圣的母亲。当他被神拣选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很宝贵的话。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八节这里说到：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主的话成就。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可以看到他就不断地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上，然后昼夜思想如何能够成就神所托付他的使命。我们暂且不要说救恩的事，只讲生活中平凡的事。每一个母亲怀孕，在怀孕的时候本身就有一个使命感，在她带着胎儿盼望她长大，在她的生下之后抚养她带领她，这是神所托付她的使命。就算是我们当中有不认识神的母亲，在心中也有这样的使命感，无论经历了多少个困苦艰难，为了这个使命要把这个孩子养大，就得让生命延续下去。养一个孩子真的不容易哦，他要放下一切，付上一切的代价。今天做母亲的可以感同身受，今天有P牌的母亲小红是吗？感同身受。那和许多的母亲生了孩子呢，坐了月子是引起了很多那种疾病哦。当年纪到的时候呢，那个疾病就会增加。伟大的母亲，辛苦你了。我们一起看一个短短的视频哦，这个是母亲的眼泪。
But the crowd pressed in to see the man condemned to die on Calvary. He was bleeding from a beating. There were stripes upon his back, and he wore a crown of thorns upon his head. And he bore with every step the scorn of those who cried out for his death. Down the Via Dolorosa, all the way of suffering, like a lamb. This is the movie,《有个场景让人非常的感动，就是耶稣的玛利亚跑去扶起趴在十字架那个耶稣的场景。这个画面和耶稣小时候跌倒那个画面交叉。弟兄姐妹，如果是换作是我们的孩子跌倒的话，我想我们也会跟刚才这样的电影一样紧张的扑过去安抚他，安慰他，撒扬撒扬他，对吗？各位，在这里玛利亚一直呼叫耶稣， I'm here， 我在这，我在这。原来母亲的职分是上帝选召的，虽然玛利亚是特别被神选召，作为耶稣的母亲，从圣灵感孕，在马槽里产子之后，带着小耶稣逃亡到埃及，用耶稣用母亲用爱以那个关怀来支持他，但现在呢又满怀的伤痛，默默地跟随耶稣到十字架下，像天下的父母心一样，母亲的爱以泪大家都会有共鸣。第二，母爱的坚韧又勇敢。女人固然是脆弱的，母亲却是坚强的。这一句名言呢，是来自法国的著名家雨果先生的。母亲是坚强的，从不受苦，不埋怨。母亲的使命不但养育儿女，但帮助儿女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为这孩子的前途，无论是什么事，都要咬紧牙关，受尽各样的苦呢，他都要站立起来，有泪往有肚子里流，不让孩子担心，坚强地提着孩子，微笑着对着孩子。还记得前面的约翰福音19:25，我们看看十字架的下面有多少个女人？这里说有母亲的，有耶稣的母亲，还有他母亲的姐妹，还有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这几位的女人呢，是成为了一个很坚强的队友，一个 team。那是女性的力量。母亲玛利亚为什么不倒下呢？不晕倒呢？坚持为这孩子站着，为母则强。身为一个母亲，不能容易倒下。母亲为了你，为了我，不能软弱，甚至不能生病。所以说，母亲是刚强的。最近我看到一个这个照片呢，母亲不是超人，即为了孩子，成为了万能。不是叫大家去买万能的。一个女孩子的母亲长得特别的丑，她也不愿意去跟自己的同学提起自己的母亲，但是她的母亲非常非常的爱她，每天都送她上学，也送她放学，接她放学，同学都问她，你的母亲为什么那么丑？这个女孩子感受到内心就有开始有一个自卑感了，别人的母亲为什么那么漂亮，而
我的母亲为什么那么丑？然后他就对自己的母亲说，妈妈，以后你不要来载我了，不要来送我了，在大街上看到你看到我的时候，你也不要说是我的母亲，因为你太丑了。这位母亲听完这句话的时候，想想下在座的各位，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讲这一句话，你的心里一定会难受特痛。他流着泪就对孩子说，女儿，我以前也是非常的漂亮的，但是在你小时候发生了一场的火灾，我从街上回来看到这场大火烧着了，突然想起你在这个屋子里面，当时我求周围的人把你抱出来，可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帮我。那当时候呢，我就为了你，我就冲去这个大火把你抱出来。当我抱出来的时候，把你抱出来之后呢，你是完好无损的，大火却把我的面貌毁了。当这位女儿听了这些话的时候，她跪在妈妈的面前说，妈妈，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妈妈。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我们有很多时候会嫌弃我们的母亲，嫌弃她老里唠叨啰嗦的，你会很烦恼，对你没有什么帮助，是一种负担，且不知道她为了你付出的她的全部。今天我们能够听到母亲对我们一些的唠叨啰嗦，是一种幸福哦，应该珍惜。当我们的母亲不在的时候，再想让她唠叨一下，这样的机会就不在了。很多时候我们会嫌弃她，可是我们的母亲从来没有嫌弃我们。你给你的母亲回报是什么呢？在我们小的时候，他用乳汁养大我们，我们却淘气回报他。当我们长大成家后，母亲找你需要你的时候，你却以工作忙、事业繁重的理由来忽略他。当有了孩子才知道父母的苦心，当你回头过来要感恩自己的父母的时候呢，却发现子欲养而亲不在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看到自己的母亲，她是一个受苦的母亲，从生子生产之苦到养育之苦，更是那个心灵的痛苦，眼光光的看到自己的长子33岁一个大好的青年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鲜血淋淋的，白头发要送黑头发，看那荆棘的冠冕要再戴在他的头上，鲜血要砸在的地方往下流，母亲的眼泪这个时候也奔流着的，看他的左右的手之间被一个深深的铁钉固定了这个粗糙的十字架，母亲的心也被刺透了。看这个身上，他的身上鞭痕累累的，母亲的心也被抽碎了。看他的脚，曾经走在加利利各城各乡，留下家美好的脚踪，可是现在那一根长长的钉却约束了他的双足，他也将母亲的笑凝固了，不能用言语来形容母亲的爱的所受的苦是多么的受苦。其实来说，母亲最大的苦就是当孩子没有感激不孝的时候，母亲仍然带着一颗
破碎的心来爱着我们。有一个很感人的真人真事哦，在这个四川大地震的2008年5月，在抢救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一个妇女，她已经死了，就她在把那个房子塌下来压死了，就透过一些的那个废弃的空间呢，看到她死亡的姿势，双膝跪着，整个身体是俯伏在地的，双手也是支撑着这个身体，就好像古人行那个跪拜礼一样，只是身体被那个雾气的压变形了，看上去有点诡异哦。之后那个救济人员呢，发现这个母亲身体下面还活着一个孩子。经过一番的努力，那个小心的把那个废墟弄掉，那母亲的下身呢，竟然躺着一个孩子，还用包红色的被子里，大概有3-4个月这样。由于母亲被附着，孩子是毫无损伤。那个救护人员把孩子抱出来的时候呢，他还在静静的睡觉，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刚才发生的天崩地裂的，更不知道是母亲给了他第二次的生命。医生准备要为这个孩子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杯子里面有一个手机。医生发现这个 screen 这个屏幕上写了一个短信，上面写着：“亲爱的宝贝，如果你是还活着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我爱你。”那天是5月12号，母亲忍着泪写下这个信息。当时母亲节才过了一天，其实言语无法表达形容在灾难中的母亲的伟大。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美好的佳节里，趁着我们还有父母亲还在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遵从神的教导，效法主耶稣的榜样，去爱，去尊敬，去孝敬我们自己的母亲。在本周，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法为你的母亲至少做一个具体的事，来表达你对母亲的敬意。你可以问候，打电话问候她，可以送花，可以买衣服啊，可以亲手做东西给她吃。因为我们这样做是有福的，是神所喜悦的。再跟大家讲一个见证哦，在三个星期前这样，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晚上突然发了一个梦，就是梦见爸爸告诉我他的耳朵很痛。那我醒过来过后呢，我就围着爸爸祷告，但是圣灵告诉我呢，你多久没有打电话问候你父母了？真的很惭愧哦，真的很久没有打电话问候父母了。过后我就早上就回打电话问候我爸爸妈妈了，才知道我爸爸最近他身体有点欠佳，气喘，脸肿的，还有耳朵也痛了。听妈妈这样说，我心里真的很心疼啊。感谢神让我提醒了我要孝敬父母，关心父母。其实这一场道是讲给自己听的，虽然然后我就隔天就安排了回家探望父母。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都是一群有福的人，因为我们还有机会孝敬的机会，但时间不等人，不要再拖延了，就在现在开始吧。我们谁也不知道几时父母与我们的关系会断开，父母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最后我会播放一个影片呢，是一个父母与子女对望的几分钟的影片，大概是四分钟这样，就好比今天的主题，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在回家过后，在家中举行这个活动。如果是不可能的话，你也可以用心的去看对方的限制、恐惧、悲伤，我们去用爱来接纳和原谅对方。我们一起来用心观看了这部电影，有点洋葱。This was totally unexpected. Wow. Oh my goodness. Stop to your marks, please.Okay, be cool. Try. When I looked at you, it was just the day you were born. It's like a history coming back from the time he was born to the 지금도 생각하는 게 이제 시집 가는 그 생각만 하고 있어요. 사실 결혼도 같이 살아야죠. 같이 even next door. 그런 생각이 자식에게 더 많은 걸 해주고 싶은데 못 해주는 그런 feel이 항상 그런 마음이 항상 있습니다. I just think about the amount of sacrifices that she's made in making my life better. This is something, a moment that I will not forget. Thank you.那让我最感动的是最后一个，有一个儿子对他妈妈说，我想当偶的都是妈妈不断的牺牲让我有今天的幸福。那你们看了这片影片有什么感动呢？
弟兄姐妹，我们来安静片刻，来闭上我们的眼睛。来听一下这个歌词，回想父母的画面，看你的母亲，你会发现她的头发已经苍白了，皱纹已经也是变多了，就刚才的影片那样。对望着的时候，你有什么话要对妈妈说呢？现在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回忆，我们有什么亏欠妈妈的，不饶恕妈妈的，有时候不关心妈妈的，都一一的跟妈妈说，求神怜悯我们，做一个孝敬的孩子。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反思。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倔强了一辈子的妈妈，我想对你说，不要再死撑硬坑了，哪里不舒服就告诉我们一声，身体小毛病一定要看重，千万不要拖着忍着坑着。你的身体我们的最担忧，你能一直健康平安，是儿女们最大的幸福。操劳了一辈子的妈妈，我想对你说，不要再为我们付出了，你也该好好的享福了。儿女们都长大了，成家了，虽然我们没有什么大本事，但能够保证衣食无忧，虽然我们没有什么大财富，但能够养活一家老小。你只管安度晚年，剩下的事就交给我们吧。亲爱的妈妈，你对我的爱是如此的深，你对我的情是如此的厚爱，每次我回到家的时候，最开心的就是能够叫一声妈妈。听到你的温柔的回答，最安心的能够陪在你的身边，说一些心里的话。妈妈，谢谢你奉献了你的人生，谢谢你把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带大，教我走路，教我说话。谢谢你每一次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毫无忧虑的向我伸出援手。谢谢你那么辛苦来养活我，虽然有时候我会不乖，常常惹你生气，会与你顶嘴，做些不该做的事情，会背逆让你伤心，但是妈妈对不起，希望你不要介意。现在我已经长大了，我会用最大最大的努力去让你过更好的生活。小时候你保护我，现在该换我来保护你了。你生我养我，谢谢妈妈的养育之恩。我最爱亲爱的母亲，我爱你。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亲爱主耶稣，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伟大的母亲，你借着她来生养我们，
教养我们，将我们抚养成人，使我们可以从你的亲密关系中认识你的美好和慈爱，开启了我们生命的旅途。主啊，我们的母亲就像你一样，从出生到现在一路上陪着我们，一路上帮助我们，使我们生命中有充满的慈爱和温暖、鼓励和帮助。愿主给我们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使我们可以感动父，可以来孝敬父母，更多的时间来陪伴他，好像我们小时候母亲一直的陪伴在我们身边一样。愿主在这个母亲节里祝福母亲，所有天下的母亲妈妈们，赐给他们有平安喜乐，使他们远离一切的病痛。愿主将得救的智慧和属灵生命加给我们的母亲，使我们的母亲有健康和的身体和美好的灵命。求主赐给我们的妈妈恩典和祝福。感谢赞美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哇哦，有礼物哦，有谁要礼物的请举手，这里我有礼物，有谁要的吗？有人要的请举手。哦，有人啊，好，我看到，先送给你先了，你跟上帝 claim。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送一些礼物，送的礼物还比收送礼物的 还要开心，认同吗各位？送得很爽。亲爱的弟兄姐妹和线上的妈妈们，现在我们有一份很重要的礼物要送给大家，这份礼物呢是有钱都买不到的，就是这个救恩的礼物。做孩子的都想希望妈妈们得到最好的福乐和永生的盼望，把最好的礼物送给妈妈。如果今天送不起的话，好像很不孝。如果刚才你在闭眼睛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对了，就是这种感动了。其实要得到这个宝贵的礼物很简单，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了，可以了。各位妈妈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得到这么美好的礼物的话，请你把手放在心上，就是我们的胸前哦。网络上的朋友也是一样哦，有吗？你们不需要去看别人哦，最重要的是你有这个感动。这一份的母亲节的礼物，希望大家都收到那么美好的礼物。好，我讲一句，大家跟着讲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谢谢你那么爱我，为我降生，又为我受死，为了我的罪，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干了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又将永远的福乐永生赐给我们。我愿意打开，邀请耶稣进入我的心中，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主耶稣要赐福于我，求主帮助我做一个讨主喜悦的人。我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都有收到这份美好的礼物吗？
记得带回家。我的分享到这里。这个时候我们要举行奉献，请今天的招待员收取奉献，然后也请会众翻开赞美诗第429首《乐哉家庭》。新朋友和弟兄姐妹来出席今天的崇拜，愿上帝都赐福给大家。今天是母亲节，恭祝普世的母亲心旷神怡，多福寿，身强体壮，志康宁。我们也谢谢今天的讲员郑显定会有传道，让我们听了一篇又温馨又感动的道。愿上帝继续赐福给他，建立他手所做的工。今天的崇拜视频会在6点之前上载在 YouTube， 请大家自由的使用。然后剩下的家事报告呢，我就不一一练出来了，所以呢，我们都可以看我们的次序单，然后也请大家继续的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提名代祷。我们有请牧师。好，我们这时候一起起立，我们以信心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我们同心说 Amen。默祷回应上帝，彼此问候关怀，平平安安的离去，继续在你的生活当中，去孝敬父母，上帝与你同在，赐福你阖家，温馨、友善、有爱，上帝赐福于你。